欢迎文总统，今天是颁发到这啊台美商业协会任务主席这吴佛为之来分享，感谢伊对着台美经贸的贡献。啊，总统有哪样未来会当加入美国所主导的这印太经济架构？啊，另外咱台湾和加拿大有哪应该来同意启动投资促进加保障协议的谈判？恭请总统授勋。本周台北商业协会营业主席吴佛为之代受金星勋章。总统蔡文感谢美台商会对台经贸的贡献，除了呼吁即马咧进行谈判，台币一十一世纪贸易倡议应赶紧达成共识，也希望应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结构。过去这几年来，国际形势出现巨大的改变，台湾靠着全民团结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也积极地贡献我们的力量，维持全球供应链的安全性。我要再次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台美以及区域繁荣的基础。蔡文也阁表示，台湾增加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继续守护区域和平。吴佛为之也认为，台湾的经济能力是保持民主的关键。台湾甲美国即马虽然是非官方关系，但过正密切，互动也正好。At the end of the day, Taiwan's strength and survival depend on a prosperous economy and not just a resilient people. You have both now, and we are here to try to help you continue that. 另外，行政院政务委员戴建中甲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吴凤仪拜祭举行视讯会谈，主要讨论大家双边经贸关系、多边甲区域经贸这议题。同时，经过一年的探索性讨论了后，两人在会中同意台湾甲加拿大正式启动投资促进甲保障协议 FTA 的谈判。记者综合报道。